我们这个紧的触发，为了出门呢，这个后面一直在，不仅最后往出，啊，面具一直在，没这种，不可能像戴面具的，这边也是戴面具的，大了，就是。但是看你内心就觉得你对不起就没有也没有很爱嘛，感情没有开始啊，那就是没有很爱，失去了才会觉得小两口别吵架啊，都是渣的了，失去了才会觉得是渣的，没有开始，谁是谁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开始，他说在不夜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哦，没有真正的开始，三秒走了，哎，走了之后有真正的开始了是吧？对，失去才懂得珍惜嘛，走了之后才开始。